吃饭吧，妹子。嘞。这大马怎么样，正在？看着就不错。妹子往我这边撵啊，你能不能吃这？就没事不辣了，好，胡椒胡椒啊。不咋辣了，微辣我能吃。不辣不咋辣了，这灯一烧，这辣味都烧差不多了。这不搁这辣椒就完了，这意义就没了。失去灵魂了哈。对，失去灵魂必须搁它。好，有人说说的，那你那个就是在屯子这么老丁这么待不乏味吗？哎，我待着挺好，呵呵，我还乐着，就在那个屯子。那你说你住不起楼房了，你不住平房，你怎么着？你不愿待你都得待。我掰的，呀，烫了。都是剩猪肉用的，妹子你买的，就往这里炫的，跟那个，这是剩的，上面剩的，剩的鸡蛋炒辣椒。哎，师傅，明天来我再给你买。哎，这就行了，别买了，哎，这就不错了。这是中国式汉堡，最够味儿。嗯，你这。呀。可猪底下呢？啊，桌底子怎么倒上呢？忘了，少来也行，吃不多少。好，这叫好吃。嗯，行，吃得中。为了给你来一块。我不是，我也不喝酒。耶，这么说这味儿哈。妹子，你别管之后我吃，这是我忙，你吃。吃呢？啊，吃呢。差点这蒜泥，妹子又吃瘦肉，我是肥的。哎，这蒜泥这么炸真好吃。这么葱，嘎嘎辣。嗯。来，哎呦，妹子，我瞅你吃饭尿悄的，大口雷像我似的，大口吃饭瞅着香，是吧？嗯。做完饭我送你。你送我干啥呀？我这一拐弯就到了。我那是。一拐弯就到了，用不着，没事。你跟哥俩过你呢？嗯。那行。嗯。那你自己留俩火车站回去。行。两口，这只鸡腿，我要是不吃馒头，最少我能吃三个多份，嘎嘎香。那你干脆来个小鸡儿吧。我再来一个。这馒头不大是吧？不大。嗯。不过二哥蒸这个馒头蒸的是真好。嗯。嗯。一会儿我吃完，我也上小卖店溜溜。嘎去。啊。嘎去。看咱们砍大山吧。那里啥人都有。你喝不喝？你喝吧。我就在盆喝了。行，喝吧。哎呀，无敌了啊！